姐妹们，我来谷雨了，大家都让我把价格打下来，这是谷雨的品牌方。我给你看，就是我们准备的雪肌套组，这是我们的美白全线，这是我们的王炸的绿奶皮、白奶皮、美白霜，你看这是雪肌水乳，这都是我们的王炸品，还多加一个水，你看这是我们诚意满满的雪肌水乳的机制，感觉诚意不是很大呢。你给我再少，这面膜太少了，姐妹。那火姐的意思是想要怎么样？我的意思是我想要一盒。啊，一盒？但是这个弄了我就要没工作。你没工作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办了吗？哦，我也很难搞，真的搞不下去了啦。吃瓜群众，看啊，我们这次呢，确实远道而来，对吧？我们也是诚意满满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四个，五个，一共五个啊！我们正常一个瘦唇卖99块钱的，我这次给到您199，不到200块钱，五个正装拿回家。你这多少克的？15克呀，15不是一个正装啊？你这样，这个是50克的，那我们换个这个。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太小了，太小了。啊？不行，不行也得行，那就扯着要打。再来一个，你是王牌小奶罐，在我们山东，你就是老别意，就是抠。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就这就行了。还是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机制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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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我生气了啊啊！姐妹们看到了吧？我们此前的目的是干啥的？就是来给你们争取到地板价。看看这场景。